楼顶的飘窗基本处理好了之后，现在我们再来处理它阳台的位置。在顶楼的阳台，一般在下雨天的时候都会飘水，所以在这里我们需要为它做一个雨棚。这个雨棚一般都是和我们下面的阳台板和装饰线差不多的，所以我们可以直接选中我们的阳台板，选中这圈装饰线，向上复制一个就可以了，让它成为雨棚，就这样。同样的，别的地方的也是一样的。在这里，平时我们要注意观察我们屋顶的造型。在生活中，我们要经常观察一下我们生活中的住宅，生活阳台也要这样处理。在复制的时候，因为线现在比较多，所以要看清楚应该是放在什么位置。这边的这个阳台也是一样的，选中。基本上所有的屋顶的阳台都这样来处理，在没有 CAD 图纸的时候，我们一般都会用这种处理方式。处理完了阳台，接下来我们再来做别的细节的调整。我们最上面的顶层基本处理好了之后，现在我们再来处理一下我们的一层的模型。在这里，我们将上面的模型进行隐藏。一层的模型，我们要处理的位置是在它的中心，因为我们能看到我们的住宅现在还没有入口，我们需要一个大堂的入口。在这里，我们能看到我们的电梯和我们的楼梯都在这个位置集中在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应该是它的一个住宅的入口，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对模型进行一下处理。首先我们将组进行解开，然后我们将前面的这个栏杆进行删除，这个地方的装饰墙体也进行删除，还有这个我们的阳台板也删除掉，还有这面墙体我们也进行一个删除。在这里我们可以先将我们的这个门调整一下，调整到二分之一的位置，然后再在这边做一些楼梯。我们先来绘制一下楼梯，楼梯的标准一般高度是150，所以在这里我们直接挤出150，让它形成一个楼梯，给它添加一个楼梯的材质。这样就基本调整好了，在这里我们也只是做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入户的门，然后我们可以将它重组。然后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模型全部取消隐藏。这样我们的模型就基本已经调整好了，可是调整好了之后，我们发现在制作高层的时候电脑会比较卡，而且它的显示会出现闪屏，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些处理。
同样的，我们选中我们中间的这13层的，同样的13层 ，Alt 加 Q 孤立出来，我们可以将上面的进行删除，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整理。我们先将最底层的和最上层的进行一个隐藏，我们要对这一层进行一个处理，在这里我们可以将它全部炸开，速度要稍微慢一些。炸开之后，我们要根据材质把相同的物体塌陷到一起，这样来减缓我们电脑的负荷。首先按材质编辑器第一个墙体选中，在这里按材质选择点一下，它就会自动选择这个材质球里面的上了这个材质球的物体，在这里点选择，我们可以 Alt 加 Q 将它孤立出来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给它添加一个可编辑网格的命令，然后将它们附加到一起。在这里有一个附加的菜单栏，选择所有，附加一下。现在它们就变成了一个物体。然后我们再来处理我们的第二个，选中我们的窗框，同样的按材质选择直接点就可以了， Alt 加 Q 孤立出来，附加列表，选择所有，每一个材质一起来统一一下。玻璃按材质选择， Alt 加 Q 孤立，用它来附加。通过这样的处理之后，我们的模型从很卡就会变得比较运行比较流畅。同样的，为它添加一个可编辑网格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它写的是选中的五个物体，如果我们将它附加到一起，在这里它就会直接变成一个物体，所以我们要对它进行逐一的处理。同样的，如果我们不处理的话，这里是22个物体，但我们只要一附加它就会形成一个物体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对它进行一下塌陷。墙体，在塌陷的时候，我们一般要控制它的个数，不要太多。在塌陷的时候，最好一次选择塌陷的物体不要超过100个。楼板这个不用塌陷，这个也不用塌陷。现在我们一层的物体看一下，只变成了12个物体了，这样数量就比较少，运行起来速度也比较快。我们将它重组，
我们按每一层每一层的来塌陷，这样便于我们到时候的修改。如果你把所有的塌陷到了一起，速度是会变得比较快，但是在修改起来的时候会不方便，所以在这里要注意一下。在这里有一点重面，我们可能要调整一下。将主进行解开。现在如果我们要进行修改，我们选中其中一个，跟它所有同材质的物体，我们都会被选中，所以在修改的时候要仔细一点。对它进行重组。同样的，我们的底层和我们的顶层都可以做同样的塌陷。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全部取消、隐藏，然后重新再来复制中间的这个12层。现在我们再来看我们的模型，运行就比较流畅了，而且也不会出现闪。如果我们将顶层和我们的底层都进行了同样的处理之后，它的速度会更快。如果模型在定完之后，我们再来统一的做这个处理，将它们所有的层塌陷到一起之后，我们的文件也会变得比较小，运行速度也会比较快，只是那样修改起来会不是很方便。做好了二分之一之后，我们也对它进行了塌陷。现在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重组，往右进行镜像复制。在这里直接可以选关联复制。左右镜像一下就可以了。将它们对齐，这样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模型，在这里也有了我们的住宅的入口，然后来看一下有哪些地方需要还要调整的。在这里，我们看到我们的墙体还缺一部分，我们可以来绘制一下。对它进行一个1.2米的挤出，让它对齐于我们最上面的这个咖啡色的线条。孤立出来看一看，差不多，更改一下颜色。我们可以把咖啡色的线条改成我们的墙体三，因为上面看起来比较突兀，颜色感觉不是很好看，我们在这里改一下。这边我们将主进行打开，更改一下。这样稍微要好看一些。现在我们来观察一下我们的模型，可以来旋转一下。我们现在只是简单的通过它的标准层将模型制作好了，可能在以后的项目中，
设计师会根据你制作好的这样的模型来重新来调整，为建筑添加一些别的元素，让它的造型会越来越好看。只是在这里，我们首先要学会最基本的平面建模，即便是在没有立面的情况下，我们同样的可以根据平面来将模型制作出来，并且让它达到完整的效果。而且在以后的工作中，这种只有平面的项目会比较多，所以这是必须要掌握的一项技能。通过平面来将立面绘制出来，最后达到模型是一个完整的效果。